这看起来超赞的。小东西。有啊，为什么你的有这个盖子，我的没有？啊修呀。啊，你的为什么都是对不对？你的多少钱？你六十啊，他六十五。四十块。我五十五啊。姐姐才五十五哎，因为他的是养生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个不养生。买六才有送的，才错值两百。那你说不要哎？这里。我说快逃。我们现在要做这一区吗？我们好怕这一区。因为是太阳时间，我有这么还很美。这怎么感觉像 Costco 啊？对。哇，这是一个综合地方。好。一定是老鼠才这样走。你想要冲撞？对啊，吓跳。是公鸡啊！都是买一送一。我们是抢购大师哎。总共是700元。啊，我技术差哎。啊，你后边你有个顶高去。吼。虾米呀！上算很多人吗？走啊！你的口罩怎么那么酷炫？我的口罩看起来很欢乐啊，看起来像是夜市棉花糖。Thank you so much. So many please wait. 我被恭维，但不是蝴蝶框那一种哦，是网络上看还有一个是两米你的就好了，有另外一个。要关在家。不够酷炫，你成功。妈，伊讲你的口罩和你。配这件衫，一点就水耶。水耶。